想着你，风吹花开，亲像囡仔的梦梦，满面红红，就出未来的希望。双双对对，花季连理，相逢有缘，对阮两人的祝福。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。我你要离开啊！啊，你的男朋友嘞？你真正无想要搁甲伊斗阵啊？不是我无想要甲伊斗阵，可能是阮无缘分吧。人生真正就亲像咖啡同款，搁苦搁涩。伊搁讲想要另外做个咖啡，安尼你就做会哩吗？你这么巧，敢讲你听袂出来？伊的意思就是希望讲会当甲你牵手斗阵一世人啊。我哪有可能唔知影伊的心意啊？啊，不过我袂用为着家己的幸福去伤害别人啊。即阵啊，我带你出嫁，家好，甲头家嘛，真正拢对我足好诶。我嘛真希望家己会当有这种这么温暖的家，我嘛真正甲头家嘛。当作是家己阿母来友好，啊！即马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哪有可能搁厚面皮待伫遐袂走啊？真正是水人无水命，你就无简单才拄到这么好的查甫人，体贴，搁愿意照顾你，结果天公伯啊，虽然你家己创滴，你放心啦，我这个人无啥物优点，上大的本事就是不爱认命。不管去倒位，拢会把家己顾了好好的。我知影你真坚强，只是感觉就可惜。啊，就无简单，我才交到这么好的朋友，结果你说这么紧要离开。我若是找到大的所在哦，一定马上跟你讲啦，你别烦恼。来啦，饮咖啡啦。既然你讲人生就跟咖啡同款。哎，那一杯是我泡的，嘛算是我的心意。真正就甘甜的，真好啉。咖啡明明就足苦足涩的，你煞感觉足甘甜的，你哦，真正让人足放不落心。阿便，你真正要跟迄个要国宾去约会哦？安尼敢好啊？伊若是食你豆腐嘞，你免烦恼。我逐天伫个酒吧应付查甫人，无差伊一个啦。伊哦，无法度将我办去啊。其实，天公伯啊，就疼惜我啊，会当让我熟识像你这种这么好的姊妹啊。你讲。我是不是就有好气？是咱两个拢真有好气。厝内人应该拢睏啊吼，外口暗蒙蒙，拢无开灯，应该是拢睏啊。啊，你敢有叫三轮车？叫什么三轮车啦？
哦，这摆日若消息你哦流泄出去吼，咱真正用那暗中掠兵吼，烧水滚滚的煮来吃。你无叫三轮车来载，咱行李这么多，还遐尼重啦？啊，刚刚咱一路安尼赶赶赶，赶去车头坐车哦。啊，不是，当安怎啦？你当作讲安尼要离家出走，出一支嘴就会使了啦。好啦。啊，无安尼，我来做苦力，我来扛安尼，唔就好啦。哈、啊，上叫阮我是查甫人呢。安尼嘛，较差不多。好啦，就暗啦，你先回去啊，不是到要上班。我陪你等公车来啊。啊，对啦，这是阮小弟的名片，你先收起来。虽然伊看袂起我这个阿姊，啊，不过伊真正足认真嘛，足有出脱的。你去台北哦，若是拄到什么困难，打电话给伊，伊是律师，应该会当给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我不是识伊啊。你识识我都有够啊。卖讲别项，伊当年我才提钱去读册，都唔知提偌济钱，叫伊搞我的朋友斗相共，应该不算超过了。安尼我就先甲你说多谢。唔是讲咱两个是好姊妹啊，卖讲咧用刀削来削去啊，我无爱听。我知影甲你揽爱伤钱，啊！不过你若是要甲我揽回来，我是无拍算去帮手。安尼上好啊！我靠袂得你莫走，一直留在遮陪我。好啦，好啦，哦，你哪有够开啊？哈，免费招待，赚到哦！你慢慢惊讲哦，甲阮小弟无熟啦。这礼物你替我送给伊，顺便去啉点酒，安尼你就识识啊。嗯，阮厝已经甲话讲足明个啊，我迄个地府啊，家世真好，清清白白。若是让伊知影讲有我这款个大哥啊。困小弟弟伊面头前哦，头都举袂起来。我是莫去造成伊的困扰较好。吴生，嗯，你看遐两个人安尼鬼鬼祟祟，就奇怪呢。迄两个敢那是家伙的大兄甲大嫂呢？像你阿妈因两个安尼赶大包小包，是要去倒啊？根本是走了。啊！我喉咙无聊讲哦，我偷摕错家的物件，我就伫怀疑，一定有来插。
尤其是因大兄佮大嫂一直找我来麻烦。啊，因大嫂讲，我房间抄到一条我根本就无看过的破链啊。所以发生代志，根本就是因咧陷害你哦。应该是啊。啊，不过我无证据啊，即马我讲啥，因拢唔肯相信我。那有需要讲啥？即马人就伫遮，咱家抓起来就好啊。我去敲电话，佮家豪赶紧过来。我伫遮找时间，哈，好好。哎呦，较紧的，行较紧的啦！你安拖拖索索，你拢唔惊人看到哟？紧！我你嘛较好心咧，嘿，我即摆吼，你即摆是双手好下呢，啊，我是安尼吼，袂输安尼孙悟空安尼吼，去予行李袋伫个五指山下啦，哇！卖讲吼，我去予人辱死啦，我干那吼，这行李当我着当死啊！我强要站袂住，等下要到，你敢要到？看一粒苦瓜呢，哥哥，这个歹姐姐的查某是啥啊？不然我管蛮好。哦，你这个白痴拖汤呢？啥物我介绍的钱？哈，我是错家兄的水某啦，叫来错太太啦。哎，你这个狐狸精是为倒说出来啊？你什么时阵跟阮人熟识？不，就在问伊本人啊。不来，哥哥吼，上爱来阮店的坐啊。哥哥上爱啉我煮的咖啡啊，对不？哎呦，其实哦，我亲手试伊啉的酒，就算讲哦，伊啉到醉茫茫，伊嘛甘愿啊，哥哥对不？呀！我擦擦骨啊！我擦擦擦擦的，哎呦！人工病啊，受惊哦，心智都无灵啊。卖在我面头前来佚佗，我所有红事啊，不是你这款狐狸精凊彩牵会行的啊！我刚才听过哦，甘愿娶表做某，嘛唔通咧娶某做表。你这不是讲啥？你是骂我？我唔是咧骂你，那是有人哦，酒后吐心声讲给我听的。不可能！不然我真啊，就是无。错家庭，你是你甲天公照的啊！你家己我背后，你偷开粉面啊！啊无啦，你莫安尼乌白想啦！我跟你讲吼，我若知影我偷食粉面的吼，你哪有可能吼，唔知影甲嘴接落进去？你讲对无啦？哎，真是！你讲啥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若是知影哪甲嘴扯进去，你会当光明正大食粉面？秀才拄着兵哦，有你讲袂清呢，你呀！你是讲我无讲道理？吼，你直接拍我！你讲清楚啊！哎呦，我听人讲哦，你爱行了好，千万唔通你爱着请查某。哥哥，你这个某安尼请白白，一点么都无温柔，无怪你会想要伫个外面找安慰。自由。哎，师傅，你慢些，慢，慢点，我来。哎，请小姐，啊，借问啊，我一个到家的时候，啊，你袂晓，咱叫你袂做磨去啊，你输我来啊，你啊，咁要甲斟落去，啊，你磨掉掉，哎呦，哦，安尼，我无会误会啦，我根本就无识西施，你是拜托你莫去当这乱啊，好无？我知影，你一定是惊伊只好爸母，所以头过伊唔敢到我小林，对无？不要紧，我会伫个店门等你，啊，你有闲的时阵哦，随时过来，酒哦，我拢会替你保存好好。我真正是袂堪啊！你要创啥？创啥？就是你这狐狸精，你小心！袂用哩，我即马出去就别讲啊！家豪，你紧过来！啊！我讲个啥？你讲啥？我讲个啥？你这狐狸精！创啥？哎呀！哎呀！把你两个杂毛怪在这跑！我来！你死啊！我要叫你啊！
啊，好，我卡着，无等来啊，可以会当的，安尼吼，啊可以用的咧。啊可以用的哦，安尼上好啊，卡着来哦。哈。哦，你点进来不啦？不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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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跟你讲，就是给因两个偷摕啦。我已经进去查了。阿兄，你别来解释，不然，刚好你当时来啦。我来讲啊，你别话没想哦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卖一个骗啊！你做歹代志哦，已经变坑啊啦。王老师的手头摕出来啊，谁会当证明是为我的皮包流出来的？当然出在伊一支嘴好蕊蕊啊，我是叫伊陷害的啦。哦，原来这就是恁陷害老师偷摕头家妈物件的手段。哦，恁哦，你这种够搞的呢。啊，安尼这条围巾呢？你要安怎解释？意外吼，小气的物件哪会搁走出来？这就是祖先有灵性。好佳哉，我看到头家妈，我会当对天就抓，我真正是目睭看到伊咧烧这条围巾啦。阿母啊，你莫误会啦，这条围巾唔是我的啦，我对。有一天哦，我伫咧嘉兴的土地哦，雄雄看到这条围巾啊，我就怀疑伊伫咧外口偷嫁查某了。哎，是啦，哎，这干一条围巾尔，是当证明什么话哩？阿母，阿我啦吼，就是呢，足爱食醋的。对啦，阿母啊，我是冤枉的啦，阮是捡银行害的啦。好啦，话吼，唔免讲遐济。明仔载吼，你这条围巾哦，面包的，去银行。那内底的人讲钱不是你领去的，无代志。啊，那认出讲哦，迄钱就是你领去的，你都唔通怪我这个大家对你无情。我绝对给你抓去警察局，好法律来处理。阿母，唔通安尼啦，安怎讲？啊，我那嘛是我的某，是咱娶家的大新妇呢。你若送伊去警察局的哦，这面子上嘛要。太看啦！娶到歹某，较惨三代无行路，四代无地果。我甘愿忍一时的计较，我嘛无可能啊，害伊搁再害娶噶。你若不忍心哦，会用你啊，会用让你选择，看是要选这个家，还是要选这个某，啊，随在你啦。阿母，袂用的啦，我是娶家的大囝呢，我有责任，甲这个家打起来。这个家嘛是我上大的瓦壳，你袂用安尼甲我赶走啦！我啦，公差才创啥，唔去甲阿母安尼磕头下死咧，叫阿母原谅咱，紧啦！阿母，是嘞啦，阿母这样唔对啊啦，叫你原谅我啦！拢是迄个柯老师啦，若毋是伊一开始无甲我讲清楚，我搁甲乡嘛为了要相亲。答应了签了同意书，偷着阿母的银啊！家豪伊万知啊，拢是为了要替作家未来娶一个我咯，才安尼做啦。
我嘛是后来才知影这件代志啊。阿母，是嘞，是我唔好，我应该早就跟你坦白嘞。好啦，准讲哦，恁头提因啊，是为着要签同意书，户头内底钱嘞。啊，都因为吼，这件代志吼已经愈加上大条啊！啊，我甲阿外那就想讲吼，这放弃乡亲会找咱娶家吼，要要求赔偿啦，啊，阮就巴肚互人交代哩。啊，唔只系想讲吼，先摕一条钱，然后去菲律宾投资去上班，啊，以后若是赚着大钱，会当当啊，甲你友好，互你过好日子啦。对啦对啦，阿母，我是决心要友好你。啊，只是想法有偏差尔啦。嘿啦！哎呦，真正是笑话人的嘴啦。竟然讲哦，偷摕头家妈的棺材本，是要去投资趁钱，要来诱惑伊的哦。哇，我真正是洗目睭看目眉，拢毋捌看过这款代志。你点点啦？我娶家的家内事，轮袂到你这趁食大母啊插嘴啦。阿免靠家己趁钱，正清正正当当，伊无对不起任何人。笑死啦！头一次听到靠查甫人赚食的赚食查某，搁你正正当当的，你敢讲我讲唔敢听啦？检讨两句啊啦，还阁无够耐心，踮在一个外人的面头前，安尼下叉家的面子，阁唔知要检讨。阿母，阿外啦吼，就是这支嘴吼卡在十念啦，伊无歹意。我甲阿外啦吼，这摆做这个戆代志，这吼。这实在呀，你应该生气啦。啊，不过这嘛袂当完全怪阮啦。阮自细汉就伫个房间才大汉，哪会知影台北人啊遐尔干巧？哎，尤其是迄个柯律师，有够可恶的呢。安尼吼，骗阮大家乡亲讲吼，这是要咱土地开发，吼，啊，要安尼起工厂，哪会知影讲是规个房间拢要乌掉啊？房间要乌掉，什么意思啊？政府为着要去第二港口，打算哦要征收房间所有土地。要把这个所在弄乌掉，哪会当安尼啊？这是大家的厝诶，哪会当讲乌掉就乌掉啊？啊，至少要跟政府抗议啊！啊，对啦，阿妹有实在一个律师，无你看哦，会当问看卖，看是毋是有啥物解决的办法啦？好，就是这个柯律师啦，一支嘴安尼胡乱乱安尼，甲咱房客乡亲安尼转甲大家安尼吼，听甲耳仔啪啪啦，迄阵吼足夭寿诶啦！啊！你有哪有识识伊哦？头家妈，歹势啦！啊，恁要请恁娶家的家来时，我一个外人伫咧遮，嘛真实嘞。既然我无法度斗三工，啊，无安尼，我莫甲恁交了，我先来转。头家妈，家好，我要先来走啊。你先讲。我是想要问你，洗清冤枉，是毋感觉真好？予人算嘴皮，才看你汤阿姐，你敢会欢喜？伤害拢已经造成啊！秦少卿，你清白啦，做啥去啊？为着我王洛山这世人哦，在别人的心目中，就是骗子佮贼婆。做阿家何无安尼想着好啊？恁两个人也是。哎，阿妹，无恁，干哪我？你莫袂记啊？头家妈赶我出门，毋是因为我偷摕物件，是因为我配袂起因娶家。笑死人！
听你安尼讲，袂输敢若规个基丁，就是因娶家上有头有面哦。哦，你嘛较拜托诶，来阮酒吧，不管是美国的人客，也是讲来讲生理的官员，还佮有头家，凊彩记一个哦，拢比因娶家佫较有钱。讲较歹听，娶家和伊死某，佫有一个情人囝呢，是伊配袂起你。这条佮伊讲这话来安慰我，谁在安慰你？我讲是真的啊。哦，有甚物人，即世人毋捌做过歹代志啊？好啊，那真正有才调哦。出事就开始食素，啊蠓啊，啊佮有狗遐一只拢袂用抬。啊，若袂用的，莫伫遐假情歌。像你这种哦，互老爸拖磨，佮即摆是安尼善良，啊，佮有正义感的查某囡仔，是要去倒找？迄是因娶家无迄个福气啦。哎，你即摆想怎？想要哭？就无嘞。多谢你互我知影，我家己嘛毋是真歹。阿妹。我一定会替你把礼物送给你小弟，让伊知影伊有这么好的大志。唔免送啊，伊连房价要乌掉的代志，拢我瞒大家，已经不是我熟悉迄个小弟啊。参军是种为了家己的前途，无顾别人性命的人，伊袂稀罕我这种查某送的礼物。这是两回事。啊，无你讲看卖，我欠东欠西，栽培做甲律师，结果为这个律师做甲互人配嘴烂，未晓收。你敢知影伊家己到底是咧做啥？伊会当负责房客土地征收这么大的案件，就表示事务所足器重伊的，伊是真正有能力。所以伊会真有能力，就是害伊挂住伫房客的人以后拢无所在通大心。阿妹啊，讲到底，伊敢那是咧替政府做代志尔。今仔日我做失败的律师，嘛赶快拄到这个问题。你免因为伊是我的小弟，你就替伊讲。我是无希望你偷偷地甲讲。那安尼你呢？敢讲你无想要替蔡家豪出一口气？我是有啥物资格当替蔡家出面？老师，我看你还是别走啦。我感觉你跟蔡家豪还是有机会。我若是不走，那个高老板一直找我麻烦。就亲像我阿爸，伊做的代志同款，永远拢会影响我这个查甫囝。所以你这个意思是，参像我这种伫个酒吧上班的查甫，都无做给你的幸福啊？是？当然不是。好，既然你无希望我放弃家己的人生，那恁你嘛要答应我，莫放弃得到幸福的机会。阿伯，你是咧创啥？我伫咧阻止你做出互家己后悔的代志啊！即世人要找到一个当接受你一切的人，唔是遮尼简单呢。啊，若无我即马是安怎搁伫咧酒吧上班？算我拜托你，证明给我看，只要提出勇气，坚持到底，就当得到幸福。好啊啦，较早困靠边嘞。明珠，明珠，阿瑟你来哦。明珠啊，阿瑟哦，有煮地瓜糜啦，你吃一罐吼，互你补气下。明珠，明珠。
林女士未？阿伯呀，啊你嘛真正是哦，你明知影伊的身体遐尼虚啊，啊想怎歹加准备一条毯仔嘞？林女士啊，姐啊，林叔，林叔，发现冇？啊，林叔，是啊，我的身体好虚啊。是卖讲啥？咱来先看，先卫生看才去。你说啊，果然无唔对啊！你今麦身体遐尼虚哦，拜托你啊，睡下起是卖讲话好啊，休困嘞。哎呀，我的囡仔，我你甲阿叔道歉，你给难过，我老少真悔，我唔知要怎样做处理。叔叔，这边这边在取材啊，你也知道，阿伯情绪就无好，够袂艰苦。迄个粪扫上好会感觉真艰苦啦。你今麦公车敢咪伤过慢啊？他坚强一点啊，千万唔通困去呢。医生快要到啊啦，你一定无代志。明珠，先把身体顾好，以后阁有机会做妈妈，哈。七公伯啊。拜托你保庇明珠，甲囡仔平安无代志，予明珠一条生路，安尼成为阿兄的庆娘，才会当袂阁自责，又加才会恢复平静。庆娘，咱手哪里错啦？你紧张是无？明珠无代志啦，拢怪我。当初莫有去工厂上班就好啊，就是到时分人拢管袂着，嘛袂害到伊即马蹲内面受苦。拢是只阿兄无路用，害着我上位，害着我上位啦！好啦，莫安尼拍家己啦，明珠若知影，足艰苦的呢。上艰苦的人是我啦，阿爸即马骨折啊，头一个解释就是我，我只阿兄失职。是莫讲遮啊，等医生出来再搁讲，无定着明珠会无代志啊。老遐尼侪话，哪有可能无代志啦？医生，我们小妹看她身体状况安怎？你囡仔敢有留着的？囡仔本来就无啥物机会会当留落，即摆上重要是病人的状况无好。安怎无好啊？你顶摆恁小妹做戆代志送来病院的时阵，你是安那无甲我讲伊已经有心啊？你当阵的囡仔应该就无好啊？就是因为迄当啊，无赶紧处理，即摆才会严重出血。那安尼是免做才好。主公免阁保留落来，啊，毋过人真虚弱，若是阁较有活淡薄啊，恐惊的命都无啊。至少人平安啊，至少人平安。
遐尼困难的代志拢已经做啊，阁有啥物好惊啊？我是惊头家妈看到我的心情无好啦，想讲过一阵啊，等伊较平静，我才来甲伊讲。放心，有我伫的，不管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拢会陪你做伙面对。阿母，你看，罗生已经看报纸，跟伊阿爸断绝关系啊。即马就算讲高老板来找乱，伊嘛无立场啊。头家妈，若是你认为我无够资格立娶家的大门，请你教我，要安怎做，我一定尽量做到够。手面去洗洗。去洗面。阿母啊，明仔三七时就好啊，是安怎你要叫伊去洗面啊？叫伊洗面袂用你哦，我即摆去洗。我毋是迄个意思啦，我只是希望阿母莫因为罗生的出身，就安尼找伊麻烦啦。虽然伊阿爸最爱跋筊的，啊，不过伊嘛是请养罗生大汉的人啊。阿姨甲伊为个亲人断绝关系，这是真残忍的代志。那我做是我，我嘛无一定做会到。我只是想要甲阿母讲啊，虽然罗生的出身无好，啊，不过伊真正是为自己的人生甲未来咧拍拼咧。你是咧唔甘？伊为我做到安尼啊，我当然嘛唔甘。阿干妈，我洗好啊。查甫人哦，甲查甫人无同款。查甫人伫咧外口拍拼，有当时会去捌着垃圾。啊，不过查甫人上重要的，就是爱清气。外表清气，迄是尊重别人；做人清气，迄是尊重家己。我知，以前的歹习惯，我一定全部改掉。我拄则有讲过，做人清气是尊重家己，不管是毋是清气。我都骗别人，我都骗家己。人生在世，所要求的只是安心。头家妈讲的话，我一定好好记在心肝内。我安尼，敢是找伊麻烦？是嘞，阿母，拄则是我太过着急吧。你都这尼啊介意罗生，一定要娶伊。你嘛是真心想要嫁予家豪，我想要做曹家的媳妇，为曹家打拼。既然安尼，恁就摕报纸去予高明，先煞请伊哦来啉恁的喜酒。你答应啊？恁就做家安尼，我阁有啥物理由唔答应？多谢阿母，多谢曹家妈。我回来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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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趟出海快三个月，终于要回家！我这一趟离开那么久，不知道我的仙女过得好不好。你知道你现在这副德性，愚公都怎么说你吗？怎么说？说你是燕桃。我是燕桃，跟你讲啦，我真不懂啦。等你遇到你的仙女，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。真有那天再说吧。我回来了，
兄弟，发什么呆啊？洋酒，走私。说不定是船长自己私人买的。私人买，船长都喝不赢我们两个，这么多酒他喝得完吗？这一定是走私。我告诉你，这如果被发现了，一定要查扣。少多管闲事，赶紧搬一搬回家吧。他也不放过。你不是急着见你的仙女吗？先去。OK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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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家下班，你是吃饱上瘾了啊？这么高诶！是，也好啦。是咧讲啥？讲啥物修行好？若是遐会真冤听到，你加领薪水，还头一点提钱哦。你哦，算在你头顶哦。就是啊，我唔管收偌多岁，咱的修行哦，永远拢无够啊，知影无？是。无啦，薪水一发完。我回来找你领薪水。叫什么名？斌。来，叫什么名？唐先生。老杰。叫什么名？阿强。签名。先看完。叫什么名？李德胜。来，先看完了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王威，王威，王威，来，爷，电话码嘞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他叫阿德，李德胜啊，王威啊，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来，电话码嘞，阿什么名？啊，有恁两个哦，会用做船的在船顶，大车加轻松足济嘞，阿叔，啊在船顶这段时间。我都在下面找矿物，哇，状况很多啊！这个发电机啊，时好时坏不稳定，还有那个引擎室里面的润滑油啊，一直外漏啊，一直漏啊！还好我兄弟处理得好，不然这船怎么开得回来呢？船上没有备用品，所以我们把外漏的润滑油收集起来就装回去，好不容易才撑回来。再加上引擎磨损的状况有点严重，虽然有及时处理，但还是要进厂维修才行。我紧啦，啊，既然哦，船就开会回来啊。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才对了啊！话不能这么说，海上作业风险高，瞬息万变，平常就要做好准备，才不会应变不及。啊，找恁两个人上船哦，就是要来应付这款状况啊！我相信啊，真正遇到问题哦，你老材料处理了啊，你先走。阿叔。有什么问题啊？高老板，这薪水好像跟我们当初说好的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真的很不一样哎！哎，你差太多了嘛！船长跟我讲了，这边医疗的也无够济啦，哦，啊，不然是你，大家拢减薪水。少年人哦，吃头路，要看长无看短啦。这边无够的。等老子抓哦，谈得来，再报你啊！这是两回事，说好多少就该给多少。渔获收成好的时候，大家也没分红；收成不好的时候，就应该由船东来承担这风险。你不应该用这个理由扣大家薪水，该给的钱一毛都不能少。你们检查一下，看你们钱有没有少。哇！没有，没想到。钱摕了，紧走。不准造，谁都不准造。我们没有拿到钱，谁都不能造。高老板，做人要有诚信，不是我的我不会多拿，但薪水该给多少
就该给多少。愚公都是老实人，大家赚的也是辛苦钱，该给多少就给多少。你吵赢了，听无？紧走啊！不走不走，怎么样？这是台湾啊，讲台语啊，讲台国语，听无啦？好，什么意义都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把薪水给我们的话，我就告你走私洋酒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把薪水给我们的话，我就告你走私洋酒。兄弟，别乱说，什么乱说话？你看到了一堆的洋酒啊！你给我看啊，赵姐啊，这两个外省拖出去啊！出去，没有人要出去了，给钱，给钱！哎，这都五个人过来。唔正够，哼！嗯，大，请伊来。好。我跟你讲，叫人哦，把伊两个外省的地，卖给因老爸讲话。还有老规矩啦，上手去海关，应该有的礼数拢袂当夹啊。是。郭老板。你真正要为着这个查某西门风，要甲恁老爸面子下了了吗？这是就是你阿爸欠你的五年佣金，还有，伊因看报纸跟阿爸断绝别阿个关系啊，所以不管以后伊阿爸甲你有甚物债务问题，还是甚物约束，即马拢甲伊无关系啊。看在倒位啊，我乃无看到啊。在这，你看好清楚。哎呦，笑死人啊！啊，看这么细，啊，好意思叫我看哦，啊？你这有福啊！哦，我知影了，你是惊你老爸吼看落会伤心是无？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你唔免烦恼啦，啊！恁老爸的心内哦，敢若在烦恼讲伊有钱啊无钱啦，啊那你哦，无重要啦。所以你安怎讲啦？开始从今以后，我甲我阿爸一点关系拢无啊。吼吼，啊你讲无关系就无关系哦。我甲你讲，只要你活咧，你永远是恁老爸查某囝。老爸欠钱哦，今日是一个替伊求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啦。啊你想要杀甲离离离，别少想啦。哎，伊走拢已经走啊！你阁想要安怎？我的条件真简单啊，唔捌改变过啊。只要你替阮哥哥生一个囡仔，我就放你自由啊。无可能！你当作即马是古早时代哦，人会当安卖来卖去，卖人是犯法的。犯法哦！哎呦，哎，我足惊哦！来来，紧去叫人来搞你啊！我跟你讲啦，所有的人哦，拢知你是阮哥哥的媳妇。你就敢来当嫁阮准啊啦，郭老板啊，迄天你嘛有知着，你嘛有看着，我甲老师已经拜过祖先啦，阮一定结婚，到时阵贴满人应好，我哩轻轻送回。你若无去嫌，欢迎你来吃喜酒。你若是敢请，我就敢去坐大位啦。哦，先说哦，再十二只鸡公啊，去甲你斗闹热，到时阵看谁较无面子。郭老板。钱已经还你啊！我跟我阿爸嘛已经断绝关系啊！拜托你，别讲为难我好无？为难你啊！当初是你讲要嫁入来阮哥家，是毋是？我够为难你，敢无你面子？恁老爸开嘴要爱金嘛，谁有金嘛哦？讲要爱钱，谁有钱哦？
而且第一要大个所在，我替你传边边啦，我敢有亏待你啦？好啊啦，唔免讲遐济啦。我承认我加啊长招啊多啦，吼。所以哦，只要恁娶个高办喜事，我就绝对哦，敢甲恁闹到全世界拢知。好啊，若是高老板其实安尼，再难出啥亏，无要紧啊。我嘛想要让大家知影，我娶个吼是全世界上好运的查某人，因为我有上好的计划。高老板，今日多谢你请转。应该讲我拢讲完啦，那呢我阁就先行离开啊，恭喜。紧走啦！庆荣去高考的成绩，嘛应该出来啊！啊，这有可能是庆荣的成绩单。哪了不，你唔免烦恼啊啦！庆荣若是有考到公务人员，政府至少嘛会分一间宿舍给咱住啊。阿母，唔通听啦！庆荣无甲人同意物件。我知啦，我只是有一点仔烦恼。阿母免烦恼啦，庆荣即个这么用功咧读册哦，天公伯也拢有看到，一定考会过的。不管政府分发对一个单位，我相信吼，政府给咱的宿舍一定比咱即马住的这间厝更加舒适，阿母对无？你对庆荣遐尼有信心？嗯，阮娘教你吼。真正是祖先的地印。哎，庆荣回来。庆荣，啊，代志讲了安怎？我还挂好无？无咧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啊！若是考无掉，咱规个口岸都爱食土林仔水过生活。陪我耍，乖，你家己去耍，阿爸你无闲吼。你面色哪遐歹看？是毋是去娶家讲的代志无顺利？当然嘛无顺利，娶家的每一个拢是大骗子啊！因的土地大部分拢是家己的，一旦得到较好的补助啊，无参像咱安尼啊。啊，当水嘛甲我讲啊，其实家后进前。走路走去别个所在饲虾啊！这就表示讲，娶家每一件拢知影什么代志，都干那咱唔知影尔。哪会安尼啦？啊，娶家伫地方嘛是有头有面，啊，头家嘛伊嘛是有钱有义，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？人亲情钱性命啊！厝内家己兄弟姊妹啊，都会当为着争财产，踮要冤家相台，免讲啥物无血的活人。世间有偌济人唔是安尼啊？正义放一边啊，利益放一中。那安尼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娶个即卖所有问题提到你离离啊！啊，阮大家常常唔知安怎，要找上理论。遐个怪手啊，即卖已经为阿毛港迄边挖过来遮个，啊，过咱住一间厝，恐惊真意着政府拆掉啊！到时阮住喺度，我唔知影。啊！阁咱住一间厝，恐惊真意着政府拆掉啊！到时阮住喺度，我唔知影。啊，庆荣，你唔是有同学伫台北食头路，啊，阁有伫港务局遐上班，敢会用去拜托因？阿母，你袂记得哦？庆荣迄项我无咧甲因联络个。啊，是讲咱先租一间厝。租一间厝。你假如讲这件代志真简单，就能解决是？只要是规个房客要乌掉呢，规个百货人要搬走，你敢有资格？啊，你敢有才调？你抢会过别人无？你唔通袂记个呢？咱是开十岁仔店啦，做一间细间仔，免来做生意。啊，做啊大间个呢？你有赚到钱仔个钱无？有无？你遐大声是要创啥啦？啊，玉琴嘛是好心要安慰你。哦，
假设你起码会当维持住，啊，咱暂时还阁会当过日子。我读册读到这么多，敢是为着维持住？自细汉阿爸就教我教，我是尤家大汉囝，将来就是尤家一家之主，啊，担起尤家的责任，啊，让尤家的祖先敢真光荣、真骄傲，我真有才调啊！啊，我无法度顶下手，这什么款的助理你敢当了解？长像一口气捂在心肝内，要吐吐袂出来，无想要吞，搁爱吞，搁不知要怎吞。娘，你今天又胖。哎呦，妈妈姐，哎，等会啦，等会我在。哦，等会到，哎呀，可以。哎，胜利，我来啦。哇，你看，姑娘，你看，好，好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你今嘛先去挂下一罐威士忌过来。今仔日咱两个当啉好欢喜，好，卖讲啉好嘞。去坐好唔啦？不是，你来了爱挂威士忌。好，威士忌。我去提，你慢等。稍等哦，坐好好哦。不冷嘞。来，啉茶。我不爱啉茶。这不是人客送的，是啊，只是一个人客。不过原本我着准讲有可能甲别人无共款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甲我讲啊！你甲我讲啊！谁那天公伯啊对我这么无公伯？谁那到今摆还是唔肯放我煞？查甫人话拢袂当相信，每一个拢袂当相信。就算讲是你家己的钱啊，伊嘛真有可能用钱来糟蹋你，你知影无？对所有代志拢袂当有期待，所有的代志拢袂当有期待，因为只要有期待，只要有期待就会有伤。起来，我要啉。哎，你啉足济啊，莫搁听啊啦。我要啉威士忌，来来，去给我啉一个。先倒好好。我袂要困，我平安爱倒嘞。啉足济，我倒好。我要去啉。好，稍等嘞，快当。又困。是我的亲人，哪会爱我趁钱转去？敢你去嫌我？你是我的阿母呢，我是你生，是你养我大汉的，啊，不过是安怎的，你嘛看袂起我？我拼性命在赚钱，
是因为我无希望看到你为着要生活，逐工拢在替人洗衫，洗到手拢流血啊！我这么要紧你，我这么爱你，想说你不会对我。严重。阿伯，你搞我啊？阿婆，阿婆，不是，喜欢。我就不甘愿，不是我自己愿意去那种所在上班的啊！我嘛就希望跟每一个查某囡仔同款，拢会当踮伫个厝内面做一个乖乖查某囡仔。那不是命运的上天。为什么人会去酒吧上班？我以后查甫人凊彩食豆腐，啊，不过都爱加笑笑，当作什么都没有无紧，对不？我了解，我拢知，你嘛是为着厝内面的人啊，嗯？啊，不过安尼有什么路用？我整个心拢为着厝内面的人，靠背啊！我是有厝内面的人，安尼糟蹋我，你知影？你知阮老母讲啥无？伊讲。我若是坚持要去阮小弟的婚礼，让阮小弟歹做人，破坏伊的幸福，我就是不好。我未出来面已经做干呢，我伊讲我不好呢。我当年寄回去的钱偌济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不过我打电话回去，我老母跟他会讲，哦，钱收着啊，你尽量去保险，尽量去赚钱，你免回来拢不要紧，因为伊根本就无希望我回去啊。因为伊刚刚我回去会下伊那面子。好啦，既然伊对你安尼，你莫歹对伊好啊。你看，我甲阮阿爸，毋是嘛断绝关系啊。我本来嘛无打算结婚的，因为我知影伊无希望我去。可是我国刚回国，我嘛是顶落来，我拢已经做到安尼啊，我想做，想做伊个要伤害我，想做。你的委屈我拢知影，不过我相信，你一定会得到幸福。幸福。幸福，嗯，像我这款的查某人啊，我注定啊，一出世，我注定一出世，就是来歹命的。谁讲的？之前拢是你在鼓励我，你看，今我好转去，家好的身躯边啊。
我你啊，你爱去找你的臭家伙。上你头前迄个人，你是不是就想伊个？迄个念头，已经几多个月拢无看人啊！我得开早你去死，我真唔相信你，骗子！照你讲，成绩单早都已经寄出来啊，哪会一直还袂收到？阿爷，哎，李叔啊，你是别阿爷，哈哈哈，无得你跟我同款的，是伫讲啥？你起码袂当讲我是优雅，哦，我系优雅，去互人笑，你才是优雅上大的笑话。你是吃不到药，怎么起笑？骗我！哎呦哎呦，不知道是我老体一天较见笑，还是你考遐尼多年拢考袂了较见笑啦？哇！讲两句啦，天公伯啊，想说你要对庆荣这么不公平，你敢阁无够认真？这么多年啊，是安怎你都不肯给他一次机会？那别说话，你会骂我啊？我要骂你什么？骂我无路用啊！无才调考到高考啊！骂我害你甲阿母失望，讲什么让恁过好日子，结果什么拢无。你嘛会当骂我啊？嫁唔着人啊！一世人互你吃苦，无我都互你享受啦！考不着，你生过来比我较艰苦，搁较自责，搁较失望。我是要去甲你骂什么啊？我真正是想无呢，我是倒位做唔对，倒位做无够侪，倒位做无够好。啊，人唔是讲，付出一定会回报的，啊，谁人付出遐尼侪，啥物回报拢无，结果得着啥？侮辱、打击。人讲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就算讲你付出全部的努力，但是无三成，爱看天公伯的面子。考试嘛是同款，有当时爱靠运气，这甲你的才情无关系。而且我相信，你是上有才能的人。这么相信我？红色是天，哪有可能无相信你？啊，不过我开始怀疑我自己啊。庆荣，敢讲你认为天袂光？
那有可能？时间到啊，天总是光的。对，天若是有乌云打掉的时阵，但是乌云总是有散去的时阵。彼当阵，日头就会出来，予咱温暖，还佫有光明。庆荣，我相信你，总有一天，一定予阮温暖，还佫有光明。我足惊，我这世人一直有遐乌云打掉的。你千万唔通失志，无听到，这是天公伯啊，你来替咱找新的出路。安怎讲？因为无法度选择的时阵，嘛算是一种选择。房价无法度搁徛起啊，咱得重新找一个所在，搁再徛起来。公务人员那是无法度做，维系金嘛算是一条出路，无一定提供白啊，都已经咧替咱安排咱的未来啊。我都无想要靠维系金过生活，我干那想要靠着高考，受到人对我的尊敬。公务人员是一个饭碗，维系金嘛是同款。搁再讲你话虚伪，大家拢这样恶咯，这嘛算是一种肯定。以前读册人，若是无做官的时阵，嘛同款爱去竞走。话虚伪会当变成你趁钱生活的方式，读册会当变成你的兴趣，这两项代志当做伙做。相公，读册人就一定爱做官。我干那想到阿爸那栽培我读尼侪册，我说。阿爸是希望你把册里面的道理传给尤家的子孙，希望尤家的子孙会当做一个明是非、捌伦理的人。你敢知影阿爸有甲我讲啥？讲啥？阿爸甲我讲，我无读书袂要紧，也毋过一定爱会记得。对好人，学做好人；对师好，就教人。其实阿爸唔忙的是尤家的子孙，唔通去学歹，唔通做歹。唔是讲尤家的子孙爱有偌大的成就。我一定更加打拼，不让家里人失望。人说十年一大运，我相信总有有庆荣好运的一天。你说对吗？对，不管要多久，我都会陪你等。要不要紧啊，我来就好。是讲两个风中的水花蕊，手机陪伴伊身边，一阵风吹来送清香味，感情线陪风中用真心牵缠。玫瑰小姐，我出去跑船赚钱回来了。阿石探我者，摕出来我看卖啊！我替你算一下，你失踪这三个月所赚的薪水，会当来阮家做几工的好处？
我们那么久没见，你说话不用这么算吧？不然要怎么说？我更是熟悉。玫瑰小姐，王威耐着思念，用心付出的这三个月，对你来说，难道只是来这里消费几趟的意义吗？你现在是在替他功劳。我只是不希望你随意践踏别人的心意。哎，恁两个现在待是酒吧的地呢，啊，你更希望阮酒吧小姐有真心，真正是笑破人的嘴。阿伯啦，你无需要安尼讲话啦。哎，这个是不是算你讨债去啦？是有干怎？早唔出现，晚唔出现，规天晚出现啊！是他，兄弟，你不要一直凶我的玫瑰好吧？不是我在说，我们跑船这几个月也没看你晕船，怎么现在一见到人就晕了？这是爱，你懂吗？这是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这个单身汉王老五，你不懂这种爱的感觉。这就像是你在爱琴海那种载浮载沉，那种酸酸的、甜甜的，那种涩涩的，就是这，你最懂，你自个儿搞定。哎，好的，好了。玫瑰小姐，我是真的很有诚意，想要和你交朋友。好啊，我也很喜欢交朋友。看你会当摕偌济钱出来，咱的交情就会当有偌深吗？哎，这不是交朋友的所在啊！要交朋友啊，我带你来去。金芳。更高了哦！哎，你是要带我去哪啦？我即马上重要就是要赚钱啊！哎，停啊！停啊！停！不是，我说，哎，恁两个，我给你要通下，停！你要赖在这干嘛？机会只有一次。我觉得你软了，我腿软。那你就继续在这边软，我帮不了你啊！哎呀，你要硬起来，加油加油！哎，等我。啊！阿莲啊，哎，森，哎呦，你是吃饱收银哦？我来这要从啥？替你安排约会。哎，我是什么款的查某人？我无咧跟人约会啦，要忙要懒要吃饭哦，这拢是爱收钱。我这个人是真清菜啦，啊，不过就是对钱无咧清菜。阿免啦，你哪就安尼啦？想要改变命运哦，免等后世人啊。只要你愿意，即马就会当开始啊。你若是无踏出一步，是要安怎拄着你的错家伙？我的错家伙，伫倒？迄个镜头是我的错家伙。更不是，哎，我行情够你摆，你是妖娇味嘞，行情就好个啦。啊，不过摆十个人，你看我困在心内。好啊，免惊天气啊，你伫其他个人哦，即卖就徛伫你面头前。啊，你家撒开，我万谈之公平对你无公平。啊，迄个拄着问题就会讲免惊，有我伫个，迄人几大？啊，搁有啊。我遇到困难哦，一定会出来跟我斗三工。伊个人够激动啊！我拜托你，给伊一次机会，好不？好白！你徛安尼，我是要从啥？你要偷听我讲话是？徛较远个啊！白痴！白痴哦你！
之前我听你的，我一定得着兴。阿姐嘛，换你听我的。那是你也不是我，像拢同款啦。想要改变哦，跟咱两个哩关心。若是你无愿意嘛，无要紧啊，我嘛袂想要勉强你啊。安尼哦，我叫伊来等我。哎，小等你啦。我无讲我无。请我阿姐吃冰。啊？去啊！哎呦！你说我们要做什么？顶替的。快去啊！哎，白小姐，哎，不是。好了，那剩我们两个要干嘛？看在你跟我阿姐的幸福带来，也算是有功劳啦。走，我请你吃鸡冰。第一次让女生请客，怪不好意思。有什么好拍摄？就我们刚好规定讲，十个人我们出钱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总觉得应该有来有往。这不就简单？爸爸又叫他讲两句的话。当然没问题。你喜欢吃冰啊？嗯。有时阵在吃的，那是滴，是一种。思念的滋味。思念，你有思念的人？哦，一个足久无见的亲人啊，恐怕应该算是亲人了。你是不是指之前穿婚纱逃跑那件事情？我讲到这，我阁欠你一句多谢啊，多谢你甲我斗相共。举手之劳不足挂齿，倒是你，事情都解决了吗？这不是解决了，反正是过去的代志啊，无甚物好讲。啊，你迄阵看到迄个落魄无所在行去的王生，已经死啊，今嘛记得哦，是新的王生。好，新的王二仙你好，我叫李德胜。恁是安怎要去行出来？还不是我那个兄弟王威，说什么为了证明能给玫瑰小姐幸福，跑船能多赚一点钱，就坚持辞掉海市场的工作。我这个做兄弟的，当然义气相挺了。这个王威到底是什么款？哎，虽然恁是兄弟，啊，不过咱都已经介绍过啊，嘛算是朋友啊。你爱讲是讲。我发誓啊，我以做兄弟的名义向你保证，如果玫瑰小姐愿意接受我们家王威，虽然过不上什么大富大贵的日子，但王威绝对不会让他吃苦。我这个兄弟啊，虽然有时候还是气了点，但说到底就是单纯，我还害怕会被骗。哎，我不会先打进去哦，我阿爸是被骗了，你嘛以为你就把上班就对有啥误解？啊，毕竟人有时阵为了要讨生活，嘛是身不由己。这我知道，身不由己这四个字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要不然，我这个大成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原来你嘛不是这样的人哦。你别用这种表情看我。我现在有的吃有的住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跟王威以前住的家乡是个小渔港，抓鱼捕鱼都难不倒我们。再加上学了点造船的技术，在台湾也不怕找不到工作。这么厉害哦！阿廖，阿您刚刚起床？造船和盖房子好像不太一样，但是工程设计图倒是略懂。就是一般的建筑啊，整个塌塌的那种，敢会围栋拍地基？不打地基，房子怎么能够稳固呢？啊，这嘛对我来讲，俗跟紧较重要。怎么？你想盖房子啊？是啊，你敢有办法？这倒可以试看看，我负责画图抓平准，你呢？去找有经验的水泥工师傅来施工。至于木工部分，王威一向挺擅长的，毕竟跟造船有些相通。只是，安怎？有什么问题哟？你信得过我吗？为什么不信？
你想看卖哦？那是最后王威跟阿敏行做伙，啊，你是伊的好兄弟，阿敏是我的好姊妹啊，咱嘛算是半个亲情啊。那当然是家己人较靠谱。所以我是家己人。是啊，家己人用了较实在，对不？家己人。啊，你敢会晓写字？会啊。OK。要去哪？要安怎？找工人。这女的，真是说风就是雨。你是丢高哦？丢高？什么意思？你坐下来啊！你安尼徛咧跟我讲话，我阿妈棍就酸啦。脖子酸，走，我带你看医生。你真爱去看医生？没有，我身体还不错，我不用看医生。看你的头脑。我知道，你觉得我笨。我笨吗？我没遐尼侪查某，你偏偏啊，就要找一个伫咧酒吧上班的查某，安尼过过。再多女人，没一个是你。吃你的冰啊！我吃饱了，倒是你都不吃，都融化了。我三不饮酒醉，胃不爽快，吃不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老板，麻烦给我热豆花，热的，加很多姜汁，暖身要用的，谢谢。好。哎，又加豆花，刚有酸性激动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昨晚喝很多酒，胃不舒服，我还点冰给你吃，真是笨蛋。哎，你是没吃饭，肚子枵是吗？我想说，点了就别浪费了。那些刚才你吃了一口，肯定它的味道是不一样，果然特别甜。真正是健头。我真的不叫 N 头，我叫王威。哎，威风的威。我爸呢给我取这个名字呢，应该是希望我可以威风八面、威震八方。但是我从小到大也没什么企图心，我就想说，如果可以和我心爱的女人结婚，好好过一辈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要娶某娶你的啊，你一直在给我看是安怎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认识那么久，我都不知道你名字。我是说真正的名字啊。我叫柯敏，勉强的勉，勉强的勉。柯敏。曲面好听啊，我觉得比玫瑰好哎。玫瑰有刺，虽美但不长久啊。但是这个冕就不一样喽。安怎讲？这个曲面的面不一定是勉强的面，它也可以是勉励的勉，它是一个很正向的字。所以以后如果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就可以大声的说：“我叫曲面，而且是勉励的勉，不仅勉励别人，也可以勉励你自己。”我阿兵是不是才叫一疼啊？嘴这么甜，才跟我讲好听话啊？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那个发簪一样。我知道你把它丢了，我做一个你丢一个，但是没关系，你丢几个我就做几个，啊，尽量丢。我无单挑啦。啊？哎，那逐概讲到重点，你都变做臭屁人。我说我没有把那个发簪丢掉。真的没有丢掉？
对不起。老板，我来，我送给他的法杖他没有丢啊，王威送给徐妹的法杖没有丢啊，你们知道吗？都没有丢啊，来，陈老师，师娘，各位乡亲啊，今天你们不管吃什么，都我付钱，我请客啊，外面的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吃啊，我请客啊，老板，来，各位，陈老师，暖暖胃。来，陈仁喝，来，我自己来啊。好，自己来。这个念头，敢真正会是我的蔡家豪？咦，有人要开钱？咦，这好哦。春风为你